今天带来橘右京，这一局是一把水友赛，我们这边还有个银牌马超，感觉胜券在我。那你们知道水友赛这个东西免不了被一顿毒打，孙策开船带领三个来野区大闹天宫，你看我慌了没有，回头各种调戏，连我跟毛都摸不到，现在想走两段燕返过来，哎，这老夫子哪里冒出来的，这谁抵得住啊。 Oh no， 技能放空让刘邦逃走，像我这么宠粉的男人肯定是故意的啦，之后我依靠我强壮的身体扛住一万点伤害，残血逃之夭夭，你们就说气不气吧。观察小地图，看到嬴政和公孙离，我准备去收割，谁知道草丛里突然出现两个抠脚大汉，对我一顿拳打脚踢，开玩笑，第一天认识我啊，橘右京硬的不行，拉开距离回头拔刀斩，配合我贤内助的伤害反杀一个，可喜可乐可喜可乐，一套消耗老夫子有点硬的呀。看到孙策在打蓝 buff， 我直接跳过来，是不是太嚣张了，孙策肯定不让，一锤子下来，还好我走位风骚，蓝 buff 收掉以后，看我把孙策扛回去，刘邦传送过来也没有用啊，左右反复横跳，孙策最后一次击飞救下刘邦，我感动的要哭了。看到马超半血，孙策开船过来想要留住我，在草丛里已经等待多时，加上牛魔的控制轻松加一块啊。嬴政拿出冒蓝火的加特林，雨露均沾的伤害显然是不够的，假装清理兵线，两段焰法来到脸上，聚合拔刀斩，脑瓜子嗡嗡的吧，就是这个伤害有些不够，刘邦过来摸你两下，在下先走一步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局亮点孙策开船过来，我们先躲一下，原来草丛里有个老夫子马可波罗，你自求多福。我们隔山打牛没有错，橘右京就是那么长，再跳过来灵性收掉孙策，牛魔上来顶你个肺，帅的呀，橘右京夹缝中求生，用大招吸血顺便收掉老夫子，燕返拉开距离，等一手技能 CD， 我又回来了，没想到吧，一刀劈中两个，再打出成吨的伤害，我这该死的魅力完成四连超凡。来到开心上高地的环节，橘右京有些膨胀啊，冲到老夫子脸上，被人捆住扛下一万点伤害，队友一个个和我越塔，被我带上路，那主角不是我，把镜头交给孙策，他先一蓝头锤死橘右京，整天是不是硬的不行，没看出来啊，在平 A 带走马可波罗，剩下马超，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实在有些难打，完成四连超凡哦，要个数字三连，这不过分吧。上路摩拳擦掌，本来想对老夫子动手，不过后面人太多了，过来追孙策，他不香吗？应该是没有大招的，现在我们伤害很高，加上马超在旁边，轻松加一块了。对面三路已破，看到这波兵线和上路的老夫子，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去支援队友还不如去把他家水晶给偷了，说干就干，兄弟们你们再坚持一会儿，他家水晶就要爆了，一个个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哎，不太对，老夫子你不是在上路的吗，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抠脚的，这游戏一点也不好玩。最后一波团战，队友非常给力的收掉嬴政，公孙离给我抛了一把雨伞，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，那我等了半天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我生气了，玩弄我的感情啊，燕返过来就是一顿社会的毒打，剩下老夫子和刘邦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灭了四个，来到开心上高地的环节，剩下孙策拼死一战，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啊，最后赢得了比赛。来玩个小游戏，输入法打出 GQ 是什么呢，我打出来是感情。好了，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墨鱼的请点赞收藏转发，如果再来关注小弟真感激不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